大家好，我是林伟盛。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第三集。那前面两集自从播出之后，我有收到一些朋友私底下，来联络我，给我一些他们的想法，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大部分就是说，比如说我说了一些他们可能不太方便说的一些话，然后当然他们是同意我的论点。那有，就是说，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也许对我说的话、我的论点持着不以为然、不怎么赞同的态度。那基本上，因为台湾的文化使然，他们不会去私底下写信给我，对。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也是很多了。好，那这一集的话，我们会延伸前面两集的论点。那我这一集主要是想讲说，台湾有一个问题哈，我姑且把它说这个叫做浅碟子文化。浅碟子文化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学习很多事情都一样哦。不一定是爵士乐，不一定是音乐。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有那种，觉得花一点时间就可以学会的那一种态度。那你不会觉得，你不会打从心里面去尊敬一个专业的技艺，因为我觉得有台湾特殊文化使然啦，因为其实。我认为这个，我们台湾，我们这个国家其实也受到很多中华文化的影响。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很多人会在学东西的时候，他会第一个他会功利性思考，哦，我学这东西可以赚多少钱啊？需要多久？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学这种艺术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他不会说打从心里去尊敬这个东西，他更不会去想说，我这个东西可能是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学到一点点，才能再成就一点点东西，他不会有这样的觉悟，在他学的东的时候。那第三个就是，当然是摆到最后面，就是说，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喜欢到愿意把命掏出来。那，因为我们前面两集讲了很多，就是我在纽约见到的、看到的事情嘛。那我们这个目前我现在讲到这个现象，我就姑且用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说好了。其实用日本来跟我们做一个对比，是一个反差蛮大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日本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尊敬某一个单一的。把某一个单一的技艺、单一的技术、单一的领域弄到非常非常厉害的那样的人哦，他们有那种像是很多人说那叫职人精神啦。那举个例子说做吃的好了，就好做我们做拉面，那大家都会做寿司，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日本不是像很多人想的说啊，不过就是一碗面。哦，一些面团，然后熬一些汤，上面加一些料，啊，不就是一碗汤面？日本人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日本人就不会有这么丰富的拉面文化，因为台湾你可以看到很多日本的节目嘛，那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很多人真的是把命拿出来。他可能这不是说短期内可以学会的东西，不是你可能你把录影做起来，录影所有制准备的工序什么都录影起来，然后不是你拿起来，不合适，也不是说你拿个食谱在面哦什么什么猪骨头的哪一部分几克配多少水加上多少盐加上多少料，你就可以熬出那样的东西，那不是的，你可能就是第一个你要先很喜欢，然后第二个就是你
打从心里尊敬他，你知道这个要花一辈子去成就，所以你跟着一个师傅学，你有可能就也许你前面一年两年，你搞不好都还在那边扫厨房而已，还没，我只是举个例子，还没有真的轮到你下去切什么东西，因为要学一样技艺，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简单。那这些学的人心里面也清楚，就是你必须要把每个看起来好像很基本很笨的动作做到，那已经到你的身体里面了，你根本心里面没有一点疑问。你那爵士乐其实也是这样的哦，很多人可能我老实说，就这很多人可能我上前面两集有举 blues 嘛，那其实其他的东西也是啊，基本的和声进行每个音下去的轻重音，可能你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揣摩，去感觉，去路上去跟着，去路上去。你如果在纽约，你我就讲用去看，去观察一下跟黑人怎么说英文吧。各种各样的，然后你的乐器的控制呢，你的共鸣呢，每一个单音，每一个长音，你可能光是练长音，有很多人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还在练长音，尤其是吹管乐。我的乐器 double bass 吉他也是啊。对，那台湾的话就变成，我举个例子来说，其实蛮悲哀的，因为你只要去看任何的吉他，或者是爵士乐，或者是什么音乐摇滚什么论坛，其实你要知道，在讲器材的人，按赞的都很多，或者在分析那种理性分析乐理的啊，按赞的都会很多，讲器材的是最多的，什么牌子大家都一大堆，连线都很讲究，连什么效果器一大堆，有人都很讲究，那有没有人真的去好好去想啊？最好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钱去买那些东西，最好是每个最好是国外那些很厉害的人都有钱，像台湾人一样每天去讲究那些东西。我其实可以跟各位讲，你真的会弹的哪一把烂琴弹出来，那个声音还是像他的音质，像他的控制，就是还是很好，真的会弹的人。那如果我们把重心移到这种器材这种东西，然后去觉得说那种东西是成就好音色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关键的话，其实这本身就是蛮悲哀的，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就低估了说这个你自己心里面的可以做到的那一部分，然后你以为去看那些什么杂志，去看那些乐手代言什么啊，你去买就可以跟他一样，那就惨了，对啊。所以我另外再举个例子来说，吉他的话，因为我们有接 amp 有接效果器嘛，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那音色比较不是那么好分辨出来到底谁弹好的。但当然，其实那个手的痛，你真的懂的人还是知道，你说到底你的音色到底是好不好啦。那我举我的乐器好了，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主要在弹的乐器，就低音提琴 double bass。其实我老实跟各位说，其实台湾弹爵士乐的可以把我这个乐器的声音弹得响的，其实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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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随便一个音。对，你以为我台湾有很多人在弹 double bass 对不对？啊，其实真的真的真的会把那个乐器弹得有一个基本的共鸣，好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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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我不管你去哪里拿什么硕士博士，通通都一样，这个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弹不出声音来，吹不出声音来。那这意味着什么？在台湾的话，就是你可能可以，因为不会有人讲什么，因为其实大家也分不出来。那在纽约可能不是这样，就干你大无声，弹不出声音来，你就不会有 gig 啊。根本没有人要理你啊，而且讲难听一点，你弹得出声音来的没 gig 的人也很多。就是我之前可能第一集还第二集有说，就好的乐手真的跟路上的垃圾一样多。可是纽约其实蛮脏的，路上垃圾很多，可能比路上的垃圾还多，所以其实蛮就是变成这样。那
你如果说弹不出声音来，你的音色有问题，你的乐器控制有问题，其实你就是应该知道自己的问题。你每天花很多很多的多的小时，你去练你的长音，你去录下来你每一个你弹的声音，你去想清楚你刚刚失力的到底是用什么地方失力，你去仔细的去揣摩那些弹得好的人到底是用什么地方失力，而且你真的，然后你去听那些 CD， 你要先搞清楚到底好的音色是怎么回事，整个乐器有共鸣是怎么回事，你必须要得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好好的去，第一个你要去听去想，第二个你要真的实地去做，你要做很多的机械化练习，然后慢慢有一，然后你要常常出去弹，然后你再把你弹的都录下来，自己回家听，花很多时间听，然后花好几年的时间，你可能慢慢的会朝向一个比较理想的音色的样子前进。那我们现在都还没讲到你用的音好不好，什么你会不会即兴，什么那些东西都你或者是你弹的有没有在拍子上面，你弹的有没有跟鼓手在一起，这都还没有讲到。这地板动作其实是那么的重要，可是台湾就是好像都没有。所以我这一集主要是跟大家讲说，欸，也是跟有一点跟前一集讲，就是你愿意花多少时间，还有就是你对于这个专门的技艺到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你觉得可以花多少时间可以学到一点点东西，你对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一个打从心里面的尊敬。那如果你都这样子跳过跳过跳过，你觉得你这个也会那也会，那你永远都会回到那个恶性循环的模式。真的国外会弹的跟你一起弹，你在台上就是发抖的跟屁一样，永远都要看谱啊，什么歌都要看谱啊，有人走丢了你也不知道，就一直看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对，就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在国外就是比较像是一个有水准的乐手不应该发生的事，结果在台湾可能大家都叫老师 得了一大堆奖，拿了一大堆补助案，还是那样的 level 的人，结果你可能还是会一直犯错。所以变成这是到底是台湾有的问题还是台湾的人的问题，这我不敢去讲，但是这一集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好，谢谢大家，谢谢。